圣杯小姐已经出来了，小伙伴们已经在催更了吧？先把我的茶杯头兄弟拿出来。今天OnePlay就用积木来还原第三个角色圣杯小姐，我觉得应该也不难啊，就根据茶杯头这个造型进行改装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开始干活。裙子真的是好可爱啊，手臂的部分照茶杯头的样子做一个就可以了，你们看一模一样，还有一根长吸管。最后来还原圣杯小姐的头部，别忘记帮我点个赞哦。头部的做法当然跟茶杯头差不多，先来做头部的配件。哎，什么是配件呢？比如现在做的就是圣杯小姐的嘴巴，其实这个嘴巴本来我想改一下，但是为了和茶杯头统一，所以我就暂时不改了。要是大家实在不喜欢这个嘴巴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接下来这个嘛是鼻子，这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吧。现在做的是圣杯小姐的眼睛，要和茶杯头有点区别，毕竟是女的嘛，所以我就参考了动画的原型。最后一个头部配件就是杯子的手柄，这个手柄有点特别啊，可能因为它是圣杯的关系吧。圣杯具体长什么样其实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照着图片的样子大概的做一下就行了，你们看还不错吧。再做个杯子头把这些装上去就完成了。开始组装，想看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